我那两细胞是千嘛。嗯，谢谢，感谢。来，有人要吃虾啊无？哦，我爱讲恁老外说一定要买虾啊，这虾啊这大只，这大只啊！你看这虾啊粗哦，细哦，大只哦，乌鸡哦，乌鸡哦。来，你这虾车你带无两千块回来？虾啊要吃，人家卖互你开三千开两千啊，一千块上面吃一千块。有人要吃白的无？活动白的啊！这中央鱼三百上大只啊，一千块有人要来无？一千块。一千啊！千啊！有人要吃白虾无？一千块了。一千有人要吃？我全部招三个人买白的啊，一千块而已，一千两，一千两。一千啊！你搞要一千块，只要要送你，只要要请你，只要够你。三个人给有人要吃无？一千块了。来一千啊！有人要吃白虾吗？一千。哎，我只要卖别都送你，两个人给买落啊，一千落。一千啊！是白虾吗？一千。白虾拢有啊吗？一千块。一千有嘞，左边走啊。来左边的啊。一千落。来一千啊！啊，一千块有人要吃无？一千。一千哦，一千还有人要吃吗？一千，拢有啊啦哈，唔怕你回人家买两块当个吃，五百咯。哎，五百一个。五百块，五百咯。来，来五百，来要吃五百。来边个来啊？来五百咯。来这下就五百。来。谢谢哥。来。来三个啊。来，大家莫去决定。怎么来啊？好一个啊。来五百，够有人要吃五百。你若要吃啥物佛料，要吃干贝鸡，拢是啊，讲啊，今天会走够济啊。要吃啥拢有啊，要吃啥拢有啊。五百够几个？多一个。来，五百够有人要吃无？拢有啊，都有啦，不大只的啊，这拢无细只的啊，你特色拢只粗啊。你讲若要一包的哦，鱼啊我买当哦，夭寿哦，你看这个鱼啊，这是啥物鱼啊？无输超货啊啦，真的啦！鱼啊五，人咩啊？两百五。两百五啊！来鱼啊五。拢有啊。有啊。食袂了买鱼啊五，拢会当买。哦，拢会当买哦。两个。小家庭的拢买当买。两个啊。来，两个啊。来鱼啊六。三个啊。OK。哦，鱼啊五啦。鱼啊五个人咩啊？六鱼啊。五百只啊！这是五百呀，这只也无，这只也无。来，鱼啊五个人咩只啊？六鱼啊五。一千块，一千块啊！我这个，哎，飞机，我处理了，我处理了，你找我都要卖断，多少块啊？姐，还是几包呀？没有，我打忘记，我来，我找一千块，我讲，行行，买一千的，只要跑后裔，离开，离开更好咯，以后我拢有啊，都有了啦，一千块，可以的，来，这你搞了没？姐姐。伊这叫红烧羊肉咯，那我所有羊肉咯，即包大家公认，大家学落的。这一只猪肉我四五百块这个羊肉咯，你当下哦，听我讲完听哦，你甲加一寡高丽菜，加一寡豆皮，加一包丸啊，哦，鱼膏拢有够啊，哦，一包来讲四啊五两包九百，唔免九百，唔免落你开六百五百好无，拢搞收平，我爱弄一箱尔，即后尾拍折做鱼带，一箱我大家欢喜尔。这两包油啊，老卖哦，你开六百，计少卖去，全部六个人个奖，给两点新给钱哦，四百了。来，四百。有人要食一红烧油啊，好不？这包哦，我讲话听哦，伊个油啊，甲伊个汤头食着吼，你个喉咙甲你会胀气哦。金龙沙士，六个人给一箱了，上千给钱的箱了，三百了。来，三百块，三百只。公司的红烧油啊，咯，三百块。有人要食羊肉卤的无？三百块。三百块。三百了。拢有啊，都有咯，希望可以，谢谢，来，希望可以，行，来，好的，辛苦。来，超级快递啊，超级用啊。来多少钱？来多啊，三百啊。哎，三百。三百够咩啊？三百。超级快递啊，我一瓶啊。这一包拢卖两百啊，今仔日上你又挂钱。三百啊，不要多钱。不要钱 ，OK。挂三百啊。三百。最后两个三百。最后两个三百，有哪位接哦？牛百咯。下个月干咩吃？真正好吃，有啊吼，拢有啊啦吼。大哥，你搞咩啊？搞老妹妹一包百块的无？有老妹试吃的无？百块？一百五啊。有啊啦吼，好，下车你要怎样啊？来，搞老妹吃啥物店？有咩啥无？来，两位先我来陪一下，简单的我先下一下。蒜头鸡啊。来，干贝蒜头鸡去个。莫吃哦，还要收钱。来，这有老妹吃这无？伊这个物件是两月鱼啊，这种大尾拢两个。爱食卖三百二啊个，要食料去食，要就两百块了。哎，两百啊！这来啊，这来啊，这来啊，来，你接啊，啊这你徛，哎，谢谢。哎，接啊！这你徛中位，你徛一下，接你位坐，来，这两位。
六月号哩，八月、九月、十月号哩，十一月、十二月、十三月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号哩，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月。我来讲啊，今仔有买的人家拢搁加五月号哩喏，二十五月啊，两百嘞。老几个啊？两百嘞，内底有没留二月的钞票？老几个？搁留没留二月的钞票嘞？两百嘞，来哥，来六千。两百嘞，够赚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来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来二十五块，来两百了。哎，两百啊！来，够要留二元无？两百块。来两百。小弟也不要叫师姐，把这叫师姐。够要来无？两百还有要吃吗？两百。有人要要一百无？等于蒙钱蒙钱蒙钱。一百来。一百，好嘞，一百好嘞。来买啊！来多一百。一百够要来无？来啊！来，这个你，这用钱，那用钱，弄我这，那这弄弄来哦，一百弄有吧？来，谢谢。后来要点菜无？要点菜，讲哦。啊，你黑蒜头干贝鸡。哦，萝卜糕，我再来给你讲无？来，黑蒜头干贝鸡先来。啊，你那个萝卜糕给去，来收起。啊，这我来讲哦。这只鸡啊，恁当然好过年啦。这只鸡啊，这只叫黑蒜头的干贝鸡。这只卖一千，这只卖八百，当然吃了细只也免钱，腰瘦大只。今仔要吃这只乌蒜肉，干贝鸡嘛，你开一千，开八百，五百块你买无这只鸡啊，这大只。来一瓶四个哦，先加钱哦，350块。来350，350上面吃啥？三个啊，二一啊。啊，没问题，给的给看。OK。大哥，你来了啊？我电话在，还修吧，电话在。好啊，350要吃哦。哎，来修一下哦。一个三个。啊是啊，三个，要分过一个。啊，第二次。我叫我等下子，我统一给你收啊。我等下子收三个。好，就来一个，来一个。不要吃钱。不要吃，其他不要吃。四百。大杯早餐啊，我。这是大杯早餐啊，我。来一个五十新招的。来，哎，你来，哎，你来包我这个，我。我包包给个。哎，五百，加少的。哎，这四百你买买，我拢无，一个人给加钱好啊。这一包百块月亮花枝虾饼，两包三包，唔免三包，两包嘞。哎，两包。这两包我只送你无，四包，两包嘞。哎，两包。我两杯食月亮。谢谢啊，那个。是啊。好。动作有点矮。来喽。来后边。谢谢阿多。来，收起来。来，上面菜刀贵，大锅八百贵了啊，里面三包。啊，这边两包，来一包一包两包，两包两包，三包的四包两包，他这边两包，两包，来的是，好，我给三分啊，莫死哇，我一个啊，好啦，后边搁一箱哦，后边是两个啊，好，我无用，进来啊，同我第一位吧，美女不要过去，同我第一位啊，接啦，哎呀，哎呀，对啊，哎呀，我见到伊阿三个了，三个啊，三个啊，我三分啊，来落去个。收起来，这一包火柴你最无收起来。来，这两包够买来无？你看，你看我大，一家来买三分，你看这菜都贵好吃无？袂甲恁骗啦。这家来普通时就袂下下价啦，四包200块了。来。买多两分钱，不是两包？两包。来，我收四个啊。来，我有两包。两包够买来无？上来，谢谢啊，帅哥。200块买一个，你一讲两箱了。你讲人唔好买过，要试一下看卖，要一百是无要紧咯，食好卖哦。你买一百，你讲后壁后壁后壁是啊，够买一百咯。先看卖是几个？够买食好卖哦，一百块了，菜条贵哦。一百哦。我春节也袂买，哎呀，一百够两百只，一百。哎，百啊。百够两百咯，有啊啦吼。来睇下睇下。还是秘密啊！来，那姐你处理你了，把你古早的狮子刀扔过来。收起来，后边回收车，我拿收起来，赶回来。你讲人要食这半斤半肉牛肉火锅哦，这东西哦，我来讲啊，肉免煮啊，这熟的啊。哦，这领导你也是我替冰姐有哦，啊个虾骨啦，加一饭加一面啊，一顿就解决啦，好不好？一点卖拢互你开四啊二，两点卖互你开八百，你要食半斤半肉，八百、七百、六百拢免互你开，新价钱啊，两百了。两百块钱，两个啊，这两个，三个啊，好两个，三个啊，来，我再开个五台三台赛嘛，变三啊。好啊，没关系。你要刀吗？没刀，没刀。你要刀？来，另外再请个师兄。
然后这边也有，我们现在这边好多，快点了，够了，一千的八百块。上海多少斤干贝？我来讲哦，你来我这一定要买我的干贝，大了搁带青的。哦，要食干贝，人个一包七八百块，这只干贝煎的六百滴，直接退钱。啊、哦，两包带千五，唔免千五，爱食干贝只，买一个新价钱，一千五了。来千啦！有人要食干贝无？一千五。一千五，干贝。干贝，哎，你莫叫人点了。一千五，无见我知啊。一千五，有人要食干贝无？一千。一千。来，我来讲吼，我是包过三年，一包过年。过年吼、哦，一包干贝你要买？昨昨哦，昨日迄个买公司卖到一百包，一包过年。这四包的重量是三斤半，哦，三斤半。加真的多些，你免是讲咩料理，加真的多些。我来讲，全部五个人去落啊，一人买一份落啊，来先加钱，一千五块落。来，千五。有人要食干贝无？一千块干贝。来，千五。干贝一千五，有人要食无？一千块。来，听我讲话哦，来。今仔日全部招五个人去，甲我买干贝，先加钱，注意听。一包无卖，一包无卖。四个加钱五包，四个人去啊，一千六。一千二。来，要食干贝无？一千块。来，一千。来，要干贝无？一千块，干贝。大煎就好食，大煎就好食，一千。一千啊。拢有啊哈，来，无买的人去，你试食看卖，六百六。来，六百一个哦。来，没有买过的试试看看，六百。哎，六百。结果。大哥，我老台提过个六百个，要无六百？六百个要吃下无？拢有啊吼，来谢谢，来莫客，来，来，来，别莫你是我收，姐你去莫胡讲。来，收起来，来，来，睇下佢，哎。